今天是11月24号吧？为什么好痛？这个够不够大只？我靠，你一只要多少只啊？要1000啊！一只要多少只？你笑的哦，叫这？哎，不是我叫的啊！啊不是，你后尾啊？这该不会是老爸叫的？对啊！笑，一段下段袂富贵鱼的呢？一段袂富贵鱼啊？他超级爱卖富贵鱼的，富贵鱼是他的偶像啊。他真的超级爱卖富贵鱼的。是吗？是吗？还好。正长，看一下，这么快啊？正长，古分长。高香香你好，是袁立达。今天好像会有另外一场直播，不是和美的。昨天我同学有跟我讲，不知道会不会开。科花鱿鱼有没有？没有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啊，整包的有没有？科花鱿鱼有两种啊。哪有两种？谁跟你讲有两种？哦，那我记错了，一种而已啊。是哦，另外一种是鱿鱼条吧。他说的另外一种应该不是科花鱿鱼，是鱿鱼条。那本来的那个科花鱿鱼没有。因为那科花鱿鱼不是每次都有。这样吗？对。你有吃过那个吗？鱿鱼圈有啊，他说太老了。鱿鱼没有。他说鱿鱼圈弄起来太老了，因为他已经半熟了，他不可以再炒太久。分烫的，分烫的有什么？大碗鱿鱼翅。你咬不动。
哦，那你咬不动。我吃了一片，以后根本没吃完就丢了。咬不动啊？你都想吃那什么料啊？你要包？对了。啊，谁要吗？我不用。你贵了，那可能要问别人怎么弄。我感冒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只是喉咙有点，因为昨天晚上我家狗狗昨晚没睡在陪他，所以我现在喉咙有点怪怪的。你昨天都过来看牛子。没事。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对。真的觉得今天太冷，我真的完全不想动。你要先暖身来，不，要打。你还没当过兵对不对？当兵就是要太和掉跟一百次。不用当了啦。不会当嘞，熊贺喜，大家嘛想不要当。你想的没有，一定要当的。我不用啊。你不用当。我厉害啊。最好是啊，都还没体检，还下个礼拜体检。对啊，都还没体检，还知道。哦，没有啦，下个月。十二月体检不是吗？嗯。体检搞到全世界都知道你们要体检。那、啊、你自己讲的啊，他讲的大家都现场看到啊。对呀，明明就是你又在那边重复一次哦。我没有重复，你讲一次而已，我就没再讲了。我只是把它写进标题而已。啊，所以要体检啦，要体检啦，要当兵啦。白目。好，队长，帮我找，星星找，文神找，那个帮我。木子找，上的时间要拿捏。你木子那个大王鱿鱼是翻烫的时间要拿捏，对不对？不能唱太久，不然会太轮，对不对？终点章，结语章。我的冰块跑出我鞋子里了。什么东西？冰块啊，糖缸。跑出我鞋子里了。糖缸。哎，真的哎，没有看到糖缸。大小差那个是大的，那个是重的。这里还有小的。对。黄金仓，黄金仓全家餐。全家餐就要大小是不一样。人家子孙三代都说了。对啊。把它诛九族，赶尽杀绝。声音有大声吗？有那么大声吗？第三招，第四招，一美招，小内招，水煮开，丢下去30秒起锅捞出，
新生，我等一下他来之后再跟那个小姐问，跟那个小姐讲。送一张，不一张。看一下。我先去隔壁看一下。他说要给我一个西装哈密瓜，看有没有拿来。在早安哦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。那个儿子在车上睡觉，会冷吗？不会耶，我觉得还好。我因为我骑车的时候穿雨衣就好啦，就挡风了。那个我没有穿很多啦，里面一件，我有那个运动衣服，运动在穿的衣服，那个很保暖，薄薄的，可是很保暖。进学长，新加坡六长，下礼拜会更冷。对啊，会降到12度。目前还好啦，目前还没有很冷。昆明长，昆学路美眉长。我这边领一千，为什么？我不，男生没办法从我这边拿到钱。医生早，今天有什么疑惑？我们扫一下好了。那个，那应该是板桃，他给我看。
昂沙大中小，昂沙全家餐，黄鱼阿油 ，OK， 大只的 OK， 虾子、花枝、花白鲳，还有超大的富贵鱼，这富贵鱼我不知道怎么卖了，也够大的。然后套秋鹅啊，七星鲈、大王鱿鱼翅、高不蛇，那是狗母桌。然后鱼皮、金目鲈，鹅啊，那个应该是海无锅吧？还是珍珠石斑？是哦，珍珠石斑。珍珠石斑。那个是珍珠石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珍珠石斑。你好棒。因为有他们，我才会知道，不然我鱼我都不认识。这是富贵鱼。剩下的都能交给你。对，富贵鱼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 OK。那个 OK。OK。哦。好大只哦，今天 OK 好大只哦。真的。那它大只跟我上次买小只又长得不太一样，没认出来。我有买过，我都没买。大只大只蛮贵的啦。推牌很好吃哦，怎么卖？蛋黄卷。蛋黄嘞？它现在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蛋黄嘞？蛋黄，你说什么？蛋黄是吧？哎，玩一次好不好？我要上班了。他是有买一块。鬼关闸。他不是买，他是画的。鬼关闸，夫妻哦。180公分的鱼皮藻，看上去是要这样买。双面藻，双尾藻。小妹，来，生命饼干，还有那个鲨鱼藻，还有鳕，等你拍到鳕鱼，大块的。没关系。降温去找。我帮你问了，他说开水煮滚了以后丢进去，30秒。真的，一份。大碗鱿鱼翅，没有，他只有礼拜三跟礼拜六。他说大碗鱿鱼翅就是切一切以后，然后水滚了以后丢下去，可能30秒拿起来。刚才林班长说，每个人都这样说。他说你太多了，因为他又厚，你太老，你咬不下去，所以他大概就是。等它滚了以后，不要开始丢。等它水滚以后丢下去，然后扔头，转30秒，把它拿起来。叫那个订三箱的赶快来了。那你就可以去吃饭。对。然后还要一份雪。你煮菜九百对不对？超过30分钟。你可以用翻烫试试看。可是但人家说是很脆这样子，然后三五味酱吧，对啊，因为上面的人说，因为讲话他们听到了，他们就讲。他们不送那个今天没有葵花鱿鱼，你回去那剩下两面可以这样试试看。那他们因为每个人大概都这样讲。好，我想说我要来煮那个鱿鱼粉，把它煮老一点会炸。用穿烫试试看，啊，至于用烤的，因为烤的我就不知道火候怎么拿捏。那个烤的不行。对啊。那个烤了以后也是脆的。对啊。谢谢。请饭店早。拜拜。早，拜拜。南宁早。180.7，187公分哦，这么高又长高了。到现在还在长高，你到底要长到什么时候？真心那边长。这位。他们要最贵。你北区，你北区都贵，大尾都贵的，你去外面。啊，你吃无紧啊。耶，马巴格子，哎，贵几家？真是。对，那个黄金仓大，对，那大中小，鲑鱼吧，鲑鱼，鲑鱼不？好吧，鲑鱼给你。花叉，北秋较好食。下面一个，我就陪你票，会上班哦。